谢谢。Miss Ye, please, 看你 like 不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经常出轨，所以这个英文有点甩不脱了。来 ，nice to meet you。幸亏你的月收入平均有万把块吗？我们这个工作不一定。那你对未来几年的收入有没有预期的目标？我有没有打算在上海买房？正在努力。那你觉得你的收入的增长能赶得上上海的房价吗？啊，我真的是 very like 像你这样的既有气质又有品味的 beautiful girl， 沟通起来完全没有障碍啊。叶小姐，不知你注意没有，周围有很多人都在看我们这边，像你这样的气质走到哪里都能吸引所有人的 eyes light。 像我这样白手起家的 businessman 永远也赶不上你这样的 musician。 musician， 你别介意，我是个会计，所以有些事情呢我觉得直来直去比较有效率。说实话，我们是来结婚的，也不是来谈恋爱的，对吗？不好意思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你在乐团的薪水是多少？我养活自己没有问题。Of course， 如果我每个月给你20万，让你潜心的去研究艺术，你觉得如何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哦，我的意思啊，就是说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你慢用。哎呦，接个电话啊。